镜头前吹着长笛，散发高雅气质。她是木村拓哉大女儿木村新美。三月出道后，成为精品品牌最新代言人。而木村新美最近的新造型更是让人惊艳。换上深 V 黑色紧身裙，原本及腰的招牌直发变成复古浪漫的大卷发。19岁的木村新美瞬间充满女人味。原来这次的造型全都来自妈妈工藤静香，她帮女儿剪了12公分的头发，换上新的卷发造型，和以往的清纯风格很不同，也令人大赞工藤静香的巧手。木村新美跟随妹妹木村光希的脚步出道，姐妹俩高颜值加上顶着新二代的光环，一举一动都是外界关注焦点。两人也常开直播和网友互动。ムーンラバーズでトトがキスシーンの時、私がすごい叫んでたの覚えてる。すごいうるさかったですよ。小さい時に、いや。私と結婚するか。パパみたいな人好きですか。あれだよね。もう二人で。爸爸的经典戏剧作品成为新美和光希的讨论话题。有网友说，新美文静的气质和妈妈工藤静香比较像，而妹妹光希则更像老爸木村拓哉。但两人的共同兴趣就是都很爱健身。遗传了爸妈的优良基因，新美和光希被日本媒体誉为最强怪物新人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从外形到表现，姐妹的一举一动都是讨论话题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